少会有被呵护的感觉。就你那样讲，你对一个女生，我可以有呵护的感觉啊，我只是不能一开始就有呵护的感觉。但是要彼此，你要不是你要考量你自己的条件。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过。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你的个性跟你的想法，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OK， 你是正确的，而且是理智的。OK， 但唯一出问题的就是你的交，你在世俗的交友市场的条件，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。